我替我家夫人感谢你，能为大世子分忧，是在下的福分。来，吃菜，吃菜。 你这人怎么阴魂不散的？嗯，啊！放开我！啊！你放开他！啊！玩完了！你玩够了没有？生气了？我是来感谢蓉儿刚才替我解围的。什么解围啊？想多了吧你。是吗？但据我所知，蓉儿不对花粉过敏。我以前不过敏，现在过敏了。 我闻到你身上的香味就浑身难受，阿嚏！这么巧，我一想到你在金王府，一想到你住在金逸文的院子，我就难受，阿嚏！你难受关我屁事！跟我回家吧。不，你干什么呀你？哎呦，放我下来！你真的我是祸祸你，再叫我害人了！完了完了，蓉姐姐要沦陷了。 哇！现在可以跟我回家了吧？我，蓉姑娘。